咁我而家回應嘅問題就係點樣同耶穌有更好嘅關係？點樣個心成日都會中意耶穌、諗住耶穌係咪？其實咧，大家可以睇翻我啲影片啊，建立愛主即係愛神嘅關係嗰啲影片啊，即係我都有講過好幾次嘅。咁基本上係點樣呢？其實神係對我好好嘅，好多嘢好。我簡單數就是我哋未信耶穌，係咪神用咗不同嘅人同我哋講嘢？同埋咧，喺個心裏面咧就預備我哋嘅心態，即係好似我哋當時嚟講咧，因為我係即係成日我係諗到人生為咗乜嘢，咁我諗到咧就係人生為咗賺錢啦，讀書為咗賺錢啦，咁但係賺錢之後點咧？咁誒結婚咁啊，老啊，病啊，死啊，咁我就會覺得咧，做人咧就好似冇乜意思。但係當我後來有一次，即係神就預備我睇到一本科學嘅書。咁科學書咧係我嘅同學介紹嘅，佢又諗唔到，即係神就會使用呢啲情況嘅。嗰、那個科學嘅書咧，佢就嗰、那個科學家咧就喺嗰個前言嗰度啦，就有講到，佢話呢個世界充滿設計。佢話咧就係即係有個神設計嘅咁。咁啊令到我好有好奇心啊！即係呢個神就透過呢啲同我講嘢。又透過我不同的同學啦，同埋佢請我去報道會啦，即神會用很多方法幫我哋信耶穌。你有冇發過呢樣嘢啊？嗯，有。同埋你信耶穌之後咧，佢又用很多方法幫你點樣跟從耶穌，即佢係用咗很多心機。而呢些人咧，都是神在佢裏面做工啊！即我哋唔好以為佢係偶然，即偶然發生的，而是咧神是真的安排定的。而我哋唔聽神嘅話係好多次嘅，即係我哋普通嘅基督徒，即係一個禮拜可能有成幾十次或者幾百次，神咧叫我哋唔好煩惱啊，叫我哋祈禱啊、親近神啊，我哋都唔聽話，但係神又繼續感動我哋嘅喎，即係神係時時做工，雖然我哋拒絕佢，佢都繼續做工嘅。所以當我哋諗，我哋未信耶穌，神點揾我哋？信耶穌有神點樣揾我哋？神，我哋一親近神咧，即刻有平安喜樂，又係神服侍我哋嘅喎。神做嘅萬物，又係神特登做俾我哋睇享受嘅啲花草樹木。神做嘅食物又係咁好嘅，即係你用乜嘢角度睇咧，神都係咁好嘅。咁當你個心裏面裝滿曬呢啲意念咧，即係同埋好，即係其實仲有更多，即係譬如其中一樣嘢好重要就係神係掌管一切嘅恩典嘅。你越聽神的話，聖經話咗你先求佢國同佢義，呢一切加俾我哋。因為世人咧都係為到生活啦，為到前路啦，為到自己內心世界啦，做人做乜嘢都係令到好多人唔開心嘅。但係神係呢啲完全有曬佢嘅答案。點解咧？神可以供應我哋需要，神可以使用我哋生命，賜俾我哋聰明智慧，賜俾我哋各樣嘅能力，又俾機會我哋服侍不同嘅人。發揮我哋嘅生命，即係神係能夠喺我哋供應上同埋發揮生命，同埋咧健康，整個路生命嘅安排都全部做到曬。即係第一，佢就係愛我哋嘅，而佢有能力安排曬。咁當我哋咁明白嘅時候，咁跟從神咪最聰明同埋最應該咯，係咪？因為佢係咁好啊嘛。咁你越係去諗。譬如啲食物咁好食，因為神做，為咗叫我享受，我多謝神，即係有呢種心靈中意神嘅心態。神你真係好啦，好感激你。咁你就會慢慢咧，即係乜嘢都睇到神好啦。就算衫係因為神做棉花同埋各樣嘅材料，我哋先有衫著。如果淨係用樹葉整衫著咧，都幾麻煩嘅，係咪？但係神咧就會做不同嘅材料，呢個都係神嘅愛嚟嘅喎。棉花其實是一粒種子，跟住好多毛仔咁樣，即係生出嚟咁。咁但係神又俾人有聰明智慧，將佢織埋變咗做線，咁啊可以整衫。咁呢都係神嘅愛嚟嘅喎。咁當你加埋，你話哇，神又咁愛我哋，又咁好，又咁有能力，又永遠由今日到永遠都可以祝福我哋嘅，咁自然咪好應該去跟從神咯。即係當你用思考。咁又用經歷咧，你又話哇好舒服喎，係嘛？經歷又好舒服喎，又好釋放喎。咁呢啲咪加埋一齊，無論我哋嘅思考、我哋嘅經歷、靈裏面嘅改變，神點樣釋放我哋，又感謝神。
當你咁諗嘅時候，係好正常、好合理，係更加愛神嘅。即係一個人如果有嗱，我用一個比喻講，如果你嘅父母係超乎所有你周圍識得嘅父母咁好嘅，即係有啲人啲父母係特別好噶嘛，係咪？如果你嘅父母係超乎周圍嘅人咁好嘅，你當你一聽到話乜周圍啲人啲父母唔係好似我個咁好嘅咁，你就會覺得哇！哇！原來我父母咁好，咁我哋就會更加感激我哋嘅父母啦，係咪？即係譬如有啲人可能由細到大個父母都係對我，佢唔覺得咩特別。但係當佢去人屋企，哇！乜佢個父母咁容易鬧佢啊，又打佢啊，又唔幫佢嘅嘢啊，啊咩都自己搞掂啊咁。哇！我父母唔係喎，對我咁好喎。咁我哋當我哋有個父母咁好，我哋就會好感激啦嘛。咁同樣神咁好嘅時候，我哋係咪更加應該感激？因為神嘅好係超越世人嘅。人的好的是我們世界上一樣有困難，但那些困難不是神給的，而是神雖然我們有困難，就是神會在這個困難中為我們開路，所以千萬不要說有困難即是神不愛我，有困難只是說亞當犯罪個個都有困難，那神就會在這些困難中幫我加我力量，那你就不會對神有負面想法。因為很多人有負面想法就是怎樣，為什麼世界還有地震，還有饑荒，還有殺人，為什麼這麼多困難，神真係唔愛我哋啦。其實呢啲困難咧，就係因為人犯罪，所以就會有呢啲困難。人又有罪性，呢個世界敗壞緊，所以有咁多困難，就唔代表神愛我哋。神就喺呢啲困難中，俾基督徒有力量，可以喺呢個世界做美好嘅見證。而神祝福人唯一嘅方法係透過耶穌，佢唔可以就好啦。而家開始冇地震，而家開始冇世界冇困難，佢唔即。神的祝福一定要透過人接受耶穌的恩典，才能夠進入神的恩典裡面。神不能夠叫這個世界是沒有了這些困難，原因因為人類犯罪又不聽神的話，這個世界在被魔鬼影響越來越大，魔鬼影響 越大的時候就越多困難，所以有困難不要賴了神。那你每天都敢感激神，一路親近神又發覺越來越有力，那你就會更加喜歡神，更加同佢有建立深嘅關係。又如果你有機會幫人咧，發覺咦嗱，你嚟呢度被服侍啦，咁你將來咧，你服侍完咧，你又幫人咧，咁你又開始發覺咦，我又可以幫人，咁你嘅心又會更加開心嘅。